再来下一件，哟，想不到你爱翡翠、爱玉，也有祖母绿。可是它是什么颜色的？跟玉很相近。对，也是绿色的，对不对？所以难怪你也喜欢。因为祖母绿，你要看是哪一个产地。那很重要，就会影响价。这个蛮重要的，这个我就不太懂。对，因为你以前是做玉的，跟妈妈做玉的买卖嘛，所以怎么会有这个？怎么会有这个？对啊，祖母绿。大约在2007年左右。那我本来是做展览，是在台湾做。后来我就那个香港新鸿基地产公司是就邀请我去做所谓京剧的我刚才这些服饰展。对。那去了之后，然后。第一天就布展都完毕了，那我就在那个百货公司，他在铜锣湾的世贸中心，我就逛逛逛，后来我就看了这一件，那个时候就等于就是要母亲节了嘛，我想送一个送一个小礼物给我的母亲，是这样，送给妈妈的，那时候花了多少钱？港币？差不多港币，港币那边都付港币12000左右，那时候的汇率的话差不多也要1万。那时候差不多4.8到5，那也要这个大概3克拉左右，三克拉左右，是，而且我放大镜这样一看，充满了孝心，哇，这都能看到，这个任何产地都没有的，这您一讲我就觉得进价有希望，对，最起码加分，想到妈妈。对不对？这就很孝顺。你想想看，生双胞胎看多不容易哈，是不容易，对不对？您一次要怀2个，对，然后呢，生下来以后一次要照顾2个，是是不是？是。然后那个这个跑那个跳，哇，那个真的是很累。对，2个都难的，你看看，哎呀，很辛苦哎。而且我们2个早产，我们7个月就生出来啊，那带大更不容易，基本上活不了。哎呦，那后来7个月哈，7个月多大你知道吗？可能没有巴掌大。对，没有，对不对？我生下来好像才1450公克，没有帮长大哦，就这么大，就像老鼠一样。哎呦，你吓一跳。对，因为我想说，我一个小孩随便都是3000克，你们才不到一半，而且2个。是，所以更所以不容易，妈妈辛苦，都是缘分，是。然后因为妈妈的呵护才能够长大，所以你刚才讲你陪你妈妈卖玉器，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对，现在哪有年轻人愿意跟妈妈一起做生意的？没有。而且我那时候是最红的时候，就是事情最多的时候。是啊，然后他还得坐在店里，对，然后所以要买东西，要买东西，哎，李志奇，我买了签名啊什么的，合照什么一堆有没的都得应付，对不对？不容易，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充满孝心的礼物。但产地什么价格什么的就要交给秦老板啦，对不对？来，这个祖母绿啊，大概3克拉，是。但是它不是巴西，也不是哥伦比亚的，它是上比亚，是属于非洲的，是属于非洲的祖母绿，所以价格嘛，就没有哥伦比亚那么好，是。可是我觉得切割了各方面都还不错，是。所以我们也可以评估一下，现在值多少钱，好吗？祖母绿戒指，请见价，12万元。也是不错哎，很棒，翻倍啊，很漂亮，有孝心，然后妈妈又可以，妈妈今年贵庚了？80哦，怎么样？很健朗，很健朗，每天画画写字，像他喜欢画画，对，写字，那我最近把他的一些画作，我在整理，把它数位典藏啊，这很重要，那有几百张啊，差不多现在有400多张，所以我把它全部摊平之后，然后就拍照，然后用塑胶袋套起来，是需要，不然受潮的话就麻烦了，是。那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很多画他没有刻章，所以我帮他刻印章，我最近在刻印章，自己刻，那好玩嘛。对，等刻一些闲章就给他盖。他真的文人雅士，是不是？他比他哥哥哈，那真的是有温度多了。是好，他果然没温度，只爱钱。是，我跟他讲，真没温度。你跟他讲，我们怕下次哥哥会来节目。这集大家看到，再来，哎呦，这一对耶，这是一对如意，对不对？是的。为什么一对啊？一对是因为哈，这两个玉佩嘛哈，它雕的东西不一样。是啊，有一个是雕的是鹿，对不对？鹿嘛哈，福禄寿，鹿。
哈，鹿就代表说你这个步步高升。是，那另外一个雕的是赑屃。你可以看一下哈，赑屃啊，赑屃，赑屃是什么？你知道吗？赑屃就是那个人家说龙生九子，对不对？那龙的九个儿子里面有一个就是赑屃，它的特征就是那个乌龟的身体，对，龙的头，是啊，它呢，可以招财，吉祥，它可以，吉祥，另外还有一个它负重。他是在那个大柱子底下压的，不是他，他都是负重驮着背，驮背，驮着背，驮背是，他负重啊，所以龙的这个是赑屃，那这个驮背呢，就表示说这个人呢，中流砥柱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块他的雕的都意境都非常好啊，非常好。你怎么会想要买一对啊？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它是一对卖的吗？其实我之前有说过，我有一些好朋友，那我之前在大陆当台商，那在苏州木渎镇，就是那个严家淦总统的故居，那时候我就住在那个镇上，对，那有一个副镇长，他那个时候就是在文革的时候，他是处理这些文物的，在文革，然后所有老百姓被文革的时候，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他管理。是。那后来大家平反之后，他就还。那有些东西就放在手里面。对。那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很喜欢收藏古董。是。那这两块玉是我跟他买的。对。那我也觉得，因为我跟我哥都属龙。那上面也有龙的图案。对。对，那正好两片。两兄弟一人一个，对，请过来。我跟你讲，你那个老先生哈，是，他也是这个双胞胎，是，但是他双胞胎不是二胞胎，是，他是一百胞胎，一百胞胎，对，他手上很多，每一个到苏州的人都会遇到这个一样的故事，我跟你讲啊，这个是那个啊，文革的时候啊，那些东西通通都是被没收的古董，都很贵啊。那看到你有缘，就是要知道你是孝子，特别卖给你。我知道这一对不便宜耶，这一对不便宜吧？2000人民币吧。对啊，快一万。不是，你就这样想吧。台币。你要想他那个故事很好听，对吧？你一听，哎，合情合理啊，对不对？那个红卫兵抄家弄回来的东西，当然找个人保管嘛。这样，这样容易想买。那你要这样看呢？听到这里很紧张哎，很紧张。这个吊车的也不错哈，来，我们来评估一下，好吧？是逼货，好紧张哦，请见价，2万元。赚到，吓死我！我以为什么逼货，我还不怕，我怕失货。对，这是 A 的，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以前的老东西哦，不是老的，好不好？不是，他不是说老的，他是说现新的啊，新的。只是这个人他之前是做那个事儿。懂了懂了。最后一件，这个手镯黄翡翠，蜜桃。对呀，这个颜色非常讨喜。这个是拿太太的来充数了？没有，差不多在1989年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整个家族在美国，对，那我所有的姥姥姥爷，舅舅阿姨全部都在那里，对，那我们1989年的时候，我们办了这个身份，我们就去美国去探亲，是，哎，那有两个舅舅跟舅妈，他们在大西洋城。就赌城了哦，是对他们是发牌的 dealer 啊，荷官，对，荷官，对，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玩，然后看，就是一大西洋城，它有十几间，那时候十几间大的赌场，每一间都好漂亮，我们就参观就玩，对，那有一天我们就去玩，然后出来有一个小当铺，小当铺，然后看着橱窗里面就有这个桌子。那我跟我母亲，反正看到玉，可能那个脚就会变很重，是不想离开现场。怎么会有镯子？因为美国人你要看到玉不太容易，美国人不喜欢这个东西，他不懂玉，他觉得是一个石头。是，对。后来看一看，我母亲就很有兴趣，然后就直接就去问。后来
用$100买的哦。哇，好便宜哦！哎，难怪你说美国人不懂，对，可能当地的赌客也没爱拔下来，是来抵债，一定是华人赌客，对，而且一定是老太太，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西洋城哈，你看斯拉马逊哈，是斯拉马逊全部都是华人，你坐可以坐大半天哎，我什么大半天，坐三天，啊，坐大巴士从纽约来，怎么可能坐半天而已，坐三天，然后呢他就拉拉拉一直拉，然后他就觉得哎好像快要开了，可是一摸哇钱没了，怎么办？手上哎荡一下，马上跑到外面去荡一下，荡一下，把钱拿回来再拉拉拉拉。然后等它开，是啊，所以这个尤其在大西洋城，大概就斯拉马逊是每天是满的啦，非常是满的。但是当铺其实他不懂，对呀，外国人经营的当铺不懂，是美国的当铺哈，基本上就是收垃圾的，收垃圾，他根本就不懂啊。那他在做什么呢？他专门就是在卖二手品比较多，是。哦，比如说，哎，对你有什么旧的啦，他就帮你卖。所以，真正在大西洋城外面的几家当铺，其实没有什么好东西。哦，这个大家要特别小心哦。$100到底会买到什么垃圾呢？还有捡到宝，我们评估一下今天最后一件，请见价，$15,000。捡到宝了，其实很漂亮啊，捡到宝了。所以妈妈有在带吗？没有，没有，因为她有很多。那她有一个镯子是比较厉害的，我太太不喜欢，比较年轻，他们年轻人不喜欢戴。这个太太真好，去哪里取来的？三种，三种。不是，我是说，我意思跟静怡一样，她什么都不喜欢。哦，不喜欢。对，对啊。他这样你压力就没那么大，他只要看到他先生就很开心。我被你看也是这种。他是因为是在那个三种精神科，他当社工师，是，所以他不能太多的首饰或者化妆。那下次我们也可以邀请他来看。如果有这样这么喜欢玉的先生，我真的病人他会想入非非。有道理的，今天我觉得现在这些收获真的挺好的，我们下次再来。其实你们下次兄弟俩一起来嘛，对不对？一起来，然后我给你们兄弟俩好好的那个评一评。好，挺好的，像你这两块，对不对？到底哪一块给谁？啊，这些我给你们分一分，分一分，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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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谢谢几个。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